是这样上的啊，跟那个是一样的。外国人很蠢吗？外国人并不蠢，他就是不懂中国的这些而已。他哪里蠢呢？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个呢？螺丝。哪里螺丝？这个我还不上上去吗？这个。是啊，我上上去。没有固定啊。没固定的呀、啊，这个你。这个先固定一下。哎呦，你开始不说去，那你都拍了，你还要拍什么？这里你已经拍了一个了，还要怎么样啊？你昨天不是带了一个老外过来了吗？嗯。有时候他说，如果是在这里面放不下的话，就所以推过来一点才插进去才好插。嗯。你这个你不是，你也可以帮他，可以帮他那个嘛，贴上那个标嘛，等于就。